这个放好之后，对吧？啊，放好之后，最原本是这个是没有的吗？对对，刚开始这是没有的。从69这个嘛，对对对，空的，空的是，咱们做好了的话，这个就有；没做好，这个是空的，对吧？啊，这里面就现在蛋蛋已经放满了，放满了，放满了，从那里切好的蛋蛋。对对对对对，放满的时候，你看现在是这个是上一组，上一组和这个，这个这个。基本上这个整个点过来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基本的轴点过来，点过来之后，但是直接这个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是，放在上面的时候，现在啊，放在上面的时候啊，是咱们再一回去就可以了。一回去，就是说这里的成品它会留在这里，啊，成品会留在这里，这个空心的轴它会经过这里。把这原来的这个纸管放在这上面去，嗯嗯，这样子就是烫好了之后，咱们就直接可以拿过来，拿过来放在这上面。这个也是模具。对，拿过来放在这里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上面都有那个纸，那个轴了，啊，那个纸轴了。对对，现在就已经有纸管在上面去了。纸管在上面。哎，放在纸管上面，这放上去这里有个锁头，锁头要给它锁住。嗯。对，锁住了的话就可以运转。现在锁住，就让它已经做好了的时候，咱们就直接可以运转机器就可以了。嗯。完了之后，放好了之后，这个是我们有个轴的。嗯。这现在有四根轴。就是每台仪器都有四根轴，还是不同的产品？对，每台有四根轴。咱们同时工作的时候是两根轴同时工作。上面一根轴，下面一根轴，两根轴同时工作。啊，对，你看现在下面咱们这里不是还有一个轴吗？对吧？是的。对，四个轴就是两个轴同时工作，两个轴可以同时更换。哦，完了之后搞上完这个轴之后，我们就是得用那个模卷。那个模卷的话，之前就要从这里上。嗯。从这里可以上，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啊。这种像模卷的话，这种是属于静音的。这款我没推荐给你哥，所以拍出来到时候可以给你哥看一下。那种是静音，它是有个隔音罩，那种是没有静音的。你推荐那款是没有隔音罩？没有了，因为你哥直接说的那个价格。没有，这个隔音罩也是一样的一个上法。声音会很低的，一会我给你试一下就知道了，一个声音高低。你看这个就是模卷，我们用过的模卷太小了嘛，对吧？是。那个大模卷，这个模卷也是放在那个。